长的路。小安，你跟典儿与乐之青相处的咋样啊？挺好的嘛，您放心吧。哎，说是他们都管我叫书呆子。你不呆呀？哎，您不知道，这附近有很多知青喜欢看书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没几本书能看，所以我就利用闲暇的时光呢，帮助知青们流通手里的书，把张三的带给李四，把李四的带给王五，又把王五的带给张三，反正是为了看书，我花的心思最多。这哪叫呆呀？这分明是我儿子聪明。以后啊，谁要再管你叫书呆子，大耳瓜子抽他。二哥，我想做点东西，怕木头不够，这树能砍吗？不能。那你带我出去转悠转悠呗。行。妈，那您坐着，我带小小出去转转。去吧。走了。